我们跟你一样，我们认识，咱们一起出来玩了，这一起出来，我们认识，不认识你，你干嘛跟着我们？可不是，我说你们麻烦你，咱们挂个别，打个招呼就走就行了。咱俩咋了？好像有病，我说了你跟着我们不舒服，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他们来盯了，我说已经可以了。好了，我发现他行了，私下事件喷了吗？ 好了，好了，咱们挂个别，打个招呼就走就行了。咱们来盯了，我说已经可以了。好了，我发现他行了，私下事件喷了吗？好了，我发现他行了，私下事件喷了吗？好了，我发现他私下事件，粉丝已经走掉了，不跟他跟了，我不需要跟。你不想跟了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吧。你要先走，你又玩那走，玩那走都可以。你忙你的吧。 抖音，休一休还是可以的。休一休，对，那个。然后我今天不休吗？可以换我两个吧。帮我给我两台。恩宇，看。好。 放，你们好，就快一点，很细的，很细的，咱俩换一张，可以点了，可以张开了，笑着点。 恩宇，看。好，放。你们好，就快一点，很细的，很细的，很细的。咱俩换一张。好，点了，可以张开了。笑着点。